小学生哦。六几岁啊？户外教学啊？可能。好。旁边的蔬菜都已经帮你烫熟，在石板上加热就可以食用。不好意思，帮你换一块。哦天哪！你不会烫啊？我总会烫。是掉下去了吗？我有穿口罩挡住啊。哦。是掉在你的腿上啊？就掉下去了。还好你有先。垫着。这边使用400度的高温机小心烫。好。他感觉都被录到了。你在录你。不好意思，刚好没有想要录你，结果就你就脱扯了。所以这样子，这样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再掉一次。旁边的蔬菜都已经帮你烫熟，但是石板上加热就可以食用。那我们当口有带筋的部分，要让它稍微煎久一点。我把切成这样，就肉成这样，它就不会有腥。切成这样，我把那个脂肪切下来。